你好，拍照呢？你谁呀？跟你有关系吗？看什么看，臭屌丝！你买得起吗？你是那个小西吧？你怎么知道？哦，我是那个娃，介绍咱们两个相亲的。啊，是你啊？你怎么才到啊？哦，我到的早，我看你不在，我就上次赴京溜达溜达。嗯，哎，这车该不会是你的吧？娃阿姨说你有辆跑车。这是通用吗？当然重要。哦，那你是跟我相亲吗？还是跟车相亲啊？不是跟你相亲啊，但前提得有车吧？要不咱上那边坐着聊呗。这不是你的车，那你在这装什么？我装什么了？这车你在这说吧，不要浪费大家时间。我先说说我的条件吧。首先，我们家要给80万彩礼。房子呢，至少在市中心有一套300平左右
车，没问题吧？停。怎么了？有什么问题吗？那个房子车子我就暂且不说了啊，因为这个东西在你们眼里是最基本的，我能够理解。但是车子100多万的才在你们眼里算一个代步车啊？对啊，主要我腰不好，开普通的车我腰疼。哦，这样啊？那开这个车你腰疼不疼？他又不是你的车，你问他干嘛？是我的呀，是我的。哇，这真的是你的车啊？对呀。那你都开法拉利了，是不是满足我的条件很轻松啊？那是非常轻松呀。不过，你看看这是什么？透视镜啊。那你不照照镜子看自己配吗？我想着，不懂你是怎样做到如此冷漠，已经太久没见过你灿烂笑容，终于有勇气把你的电话拨通。